10月22日，多位网友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偶遇胡歌，突然就冒出来的胡歌给了动物园的游客们一个大大的惊喜，不停地在用手机拍照，而胡歌一路保持着微笑，十分的亲和帅气。粉丝们在看到后纷纷表示想偶遇，笑称现在启程去动物园还来得及吗？